大家好，而家打主线故事第七章困难的第76话，第一回合首烧21粒符石。我通常的转法就是三乘七做，而第一回合我们可以趁机洗一洗技先，因为莉莉丝会帮你挡住他的反击。第二回合，开莉莉丝共鸣，再开西格玛牌珠，首烧9 combo， 记住在火焰地形结束转珠。我们依然可以拉莉莉丝的角色珠洗技。开莉莉丝二技，无视固定连击盾，记得在火焰地形结束转珠啊！第二条诀，记住我们不可以手烧火。可以手转或者用龙卡破强化水珠拼图腾。第三回合注意的地方是高位置起手，然后红色位置结束转珠，还有不可以手烧木，那大家就用叠烧的方法消除木珠啦。第一条诀，唔好手烧火。莉莉丝二技可以帮你打四次破佢嘅30击盾。我哋都可以开西格玛牌珠，将其中两粒火珠拉到去左右角下方，然后用叠烧火嘅方法去排珠。记得要大过7个 combo 先可以对敌人造成伤害。第二条诀，记住不可以手烧心珠，凑够10粒水印之后就可以手转将它带走。我们之后会打77话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